你永远可以相信汤米。 我的伤口永远不会对人伤害，保护好大家，让哥哥带你们去安全的地方。小朋友，你怎么？ 被抓了，你不去救他吗？先去安全屋，拿到装备再说。走。哎，安全屋在哪儿？就在楼上。哎，安全屋设在山区，真的安全吗？你永远可以相信汤米。 托米，抓走安娜的是全城大声送帕的人，我得把安娜救出来。据可靠消息，这届利比瓦拉酋长无论谁继位，都将签署毒品种植合法化法案。届时被毒枭垄断的毒品产业将会被国民所取代，毒品将成为利比瓦拉的主要税收来源。 但看似利于民生的法案，却在全国各地发酵，各地都出现了民众集会抗议。